人生命只有一次，感觉上来，小伙子上来吧，小伙子，水危险、啊，快上来，来吧，快上来吧啊啊，别玩了啊，不能在水里玩，不能在水里玩了，老师没说吗？我叫王和新，义务使用12年。近日，我从网上看到，滨州黄河大桥附近，每当周末的时候，有很多人到黄河边戏水，我感觉很危险。我专门从济南章丘开车100多公里来到这里宣传使用，把他们劝离危险水域。当我来到现场的时候，现场大约有100多人在黄河边游玩，有的孩子已经下水，大部分都是家长带着孩子过来玩的。我就过去挨个劝离，给他们讲解水面下的危险。通过5个多小时的时间，我劝离了大约30多个孩子。我参与了多起救援，捞上来的都是死的，可是我撵走的却都是活的。在此奉劝家长，天气逐渐热了，不要带孩子到黄河边玩耍，黄河水面以下真危险。